天气要上来，我想起不让我上来。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他上来？吵成一团，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，为什么说我要下去一下？后面是大的还是小的？旁边那只从旁边就这样下去的，咬了，你看。没有人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。有，它在往那边。好笨啊！明明就很多地方可以上去，为什么一定要从那里？有啊，它从那里它也敢咬啊！你看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右边，刚刚就有一只从右边下去的啦。还是他们要抢那根竹子？哦，有。吉娜咪这只头到尾都不理人，它自己在那边玩得很高兴。是的，就是这只，就是这只。这是什么？对啊，那个东西。好像动物全部都下来了。